陈无，勿扰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谁准你在此停留了？又是谁准你翻阅我的书籍了？把书拿开！殿下，奴婢一时莽撞，请殿下恕罪。是袁公公让奴婢在戌时之前离开，未料到殿下会提前回来，是奴婢冲撞殿下，请殿下任意责罚。那么，我该如何罚你呢？你既然识字，那么就留在我这儿。 帮我整理书籍，殿下。殿下，奴婢是上石局的宫婢，这样不合理智。殿下，让你等你就等，你不会说话吗？你是不是要活活冻死，好让我心生愧疚？我告诉你，纵使你冻死了，我也不会心疼。你站住！ 陈武，亲自送他回去。是。你要再不行了，我被擒了。这么久没见，没有什么想要说的。殿下，这道红烧兔肉是上食局特意为殿下烹制的，胡上食亲手所制。 你竟然把我千里迢迢给你带回来的兔子给烹了，殿下，这我给你写信，你迟1个月才复我，让人给你烧礼物，你竟然敢做成红烧，有你这么尽忠职守的女官，着实令人感动。笑什么呀，殿下？ 这是另外一只。殿下给我的那只早就跑了，怎么能留到现在啊？哎，把人扶过去。是。啊！多谢殿下。哎，殿下，既无稍战之患，为什么累功名？那我从来不知道殿下您的心眼儿这么坏呢。我也从来不知道你的心机这么深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主动跑来我这儿，不就是想让我同情你，主动去替你遮掩？你是盼着我亲自向母亲陈情，你好自由自在。我现在被人苦苦相逼，都是因为您啊。你利用我一次又一次，从来不带手软，我却对你一次一次的心软。 什么都主动帮你扛着，公平吗？那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我是无路可走了？你们都说了吗？这次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他的所有心愿我都想成全，只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他伤心。殿下。 人生百般滋味。太子嫔，这不合礼仪。沉静难能可贵，要追爱的终点究竟是谁？哭着笑着一生。 悲，等待着。我亲手将它送给你，今生今世，不许再退还给我。我不知道你对我真心几何，但我对你的真心，从无半点虚假。我不指望你能用同等的心来回报，但我希望有朝一日，你能与我坦诚相待。画好了吗？陛下别动，您这一动，可就画不好了。 陛下，瞧一瞧，您看这画像，它雄武不雄武，奇伟不奇伟，它威严不威严？嗯，爱妃这画深得朕意呀。这是从了圣意画的，朕很中意，留着吧。 下次，朕也为你做一幅，保证也分毫不差。是，谢陛下隆恩。或许可以再雄武些。平等相待，朕对你的要求定会有所不同。朕怕有些责任你担不起。自讨苦吃。 你是一心逼着朕要低头啊，学谁不好，偏要学当年的郭氏。可惜，朕可不是黄考，最讨厌这种仗着宠爱，企图挟制君王的女人。哼，你就一辈子都别开口，就算永宁殿塌了，你也不要开口，你也等不到那一天。等着吧你，你过去一点。 你先前为何不说？朕将你禁足，又让你想起以前的事。你以前是不是被囚禁于彭城伯府？我要去问问母后，为什么将你逼到这种地步？ 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是恐惧，是因为恐惧，你害怕又像以前那样被人关起来，所以突然有一天说不出话来。不知情，朕竟然，朕让你对我说真心话，你每一次说真心话都不是为了你自己。一旦遇到自己的事，你情愿一个人忍耐，一句话都不肯说。朕一直以为你在跟朕赌气，朕根本就没想到你说不了话。可是。 你说不了话，你应该写下来呀、啊。你应该让朕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自己。对不起。 看着朕，陛下，若我果真出了什么差错，真的被毒死了呢？不许胡言！朕不准你诅咒自己，朕也一定会护你平安的。 可陛下连臣妾都利用，您真的是……现在你知道，往日被你利用，朕的心情了。朕依了你，可你呢，还是闷闷不乐。朕想博你一笑，实在太不容易了。陛下的好意，臣妾自然心领。只是子平走了。 臣妾心中很是不舍，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再见了。朕把你留下来，你会不会怨朕？会不会怪朕？陛下就没有想过，臣妾天天陪伴在侧，若是心中有怨恨。 还不趁机泄愤啊！那朕可要小心了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陛下，臣妾终究是舍不得呀。